我叫高斌，我叫杨树康，我叫杜淼，我们既是营帐兵，又是装甲兵，我们每天迎着朝阳升起五星红旗，伴着落日驾驶装甲车驰骋训练场。春节之际，我们一定坚守好自己的岗位，守护好美丽的湘江。我叫侯祥耀，是一名舰艇操作兵，平时担负海巡式的舰艇驾驶。每当我看到维港的夜景，我就会想起一句话：一家不圆，万家圆，这就是我的使命，我为此感到自豪。我叫汪新邦，我是一名飞行员，正在进行飞行任务前的准备。我们就像雄鹰一样翱翔在香港的蓝天，看着美丽的东方之珠，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。我要像守卫自己的家一样去守护。我叫唐志军，我是一名警卫员，平时担负岗哨执勤的任务。香港市民称我们为五星哨兵。春节假日期间，我们会紧握手中钢枪，站好每一班岗，时刻确保部队安全可靠。我叫钟银红，是一名话务兵，担负日常的通信联络保障。新春期间，为了让坚守在岗位上的战友们通信无阻，确保每一通电话顺畅接转，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守在30机台上，这就是我们话务兵的使命。我叫江志峰，我是一名舰艇维修兵，担负着舰艇的维修和保养工作，保证舰艇随时处于良好的状态是我的职责。每当看到我们的舰艇驶离码头，驶整在维港，守护着如此美丽的湘江之畔，我倍感自豪。我叫刘耀胜，我是一名防空兵，正在执行战斗值班，时刻守卫着香港的蓝天。虽然新春不能回家团圆，但是我们有光荣使命在肩，我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。我叫周瑞，我是一名驾驶员，保障物资运输是我的职责，我正在办理车辆进港前的手续，为新春之际还在岗位上的战友们送去物资和补给。每次开上运输车，觉得自己就像暖宝一样，将温暖传达座座军营。我叫陈大山，我是一名炊事员，担负日常伙食的保障任务。新春了，好多战友不能回家，都坚守在岗位上。作为一名炊事员，能为战友做出一顿可口的年夜饭，能让大家在香港吃出家的味道，那叫一个得劲儿。我叫陈国礼，是一名新闻报道员，我们的工作总是与深夜相伴。新年期间里，我们将坚守岗位，用镜头去记录官兵们的点点滴滴，为大家呈现军营里的新年，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湘江利剑。